关键时刻，扶摇一定会拿宁怀祖当挡箭牌，所以我们要兵分两路。我和韩嫣去打扶摇，你去救宁怀祖。如果宁怀祖被妖术控制，这道龙力一定能帮到你。就你这么聪明伶俐、尖牙利齿的，我倒是越看越喜欢呢。趁你还没死，让我看个够。好欠的一张嘴！既然你想送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我呸！你不就脑袋上长俩翅膀吗？想弄死我，再活几百年吧。本事不大，脾气倒不行。好，那我就收了你的元神，再慢慢的调教你。